法师已经肥了，不要急。等一下，让我制裁这个家伙。他现在还在那边点，还在那里皮。等一下，我把他灌成低能儿啊！我现在要开着我的脑内的猎豹黑加加去撵人了，猎豹黑加加。 下载就送 S 级火枪兵登陆第二天魔关羽直接送到你包包。哎，我才赢了一场就拿到荣誉点呢，也是啊，这些人不给我赞，还要给谁赞？玩得跟狗屎一样烂。黑加加下棋那位，你是不是台湾人啊？你不认识黑加加吗？太扯了吧！黑加加是我们围棋界的女神呢，围棋界的女神你都不认识，搞什么啊？你脑内的黑加加也是觉醒配音符。 女神不是用来像你这样子的，可惜女神是用来膜拜的啊！你搞什么啊？只不过围棋三段有机会跟黑加加打炮吗？人家几段你几段啊？打炮照照镜子好不好？看看自己的挫样，长得又丑，棋艺又烂，还想跟人家打炮？超高压电塔啊！哈哈哈，高压电塔被选了。 没有超高压电塔、欸，这要怎么辅助？我没办法，只好拿出最狠的那一只啊！我本来是不想这样子搞的，这是他们逼我的，最狠的那一只。如果我俩一次互换，<笑>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残忍，什么叫残忍，邪恶小法师。看，等一下，哎，完啦，忘记换技能啦！ 不带灵魂收割实在跟赖皮猪致敬吗？不是，忘记换了、喔，来不及换天赋哦、喔，我本来要带灵魂收割的、喔。主播，请问毕业照有什么姿势最好？上中敲醒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我大学好像没有去拍毕业照，连毕测都没买。到大学浪费钱干嘛？国高中的时候买一下还有点道理，国高中大家都是一个团体嘛。 到了大学，其实你大一、大二就已经这个小圈圈就已经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学的朋友一般来说，你出社会都还会有联络啊，不会联络的那些同学，你也不需要记得他是谁啊。哎、欸，给哥骗个一成啊！韦家急需陈述啊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啊？给个面子，对，这样子给我一成嘛，给个面子嘛。 我怎么啦？这种队伍也要入侵呢、欸？不是敢太凶了吧？小鹿怎么啦？发神经了是不是啊？不要出兵呢、欸，大哥！干嘛啦？靠背哦、喔！关我屁事啊！妈，你不吃兵，他妈我要吃兵啊！操你妈的！那个低能儿自己跑进去，他妈的浪费大家时间，你还帮他打嘞？帮他自己输等级是怎样？ 他为什么不变塔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技师会不会玩啊？那露露声音低血压不变塔什么意思啊？靠背，干你被塔打到了！哎呀，失误啦，被塔打到了！我在干嘛？ 光盾，哎、欸，太神啦，小法师，收纳两颗人头，哎、欸，201神奇小法师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法师已经肥了，不要急，等一下让我制裁这个家伙，他现在还在那边点，还在那里皮，等一下我把他灌成低能儿啊，35层哎、欸，好爽，干得很痛。 他怎么露露闪现了、啊？完啦！鬼啊！操他妈的嘞！住爽没啊？干你啊！死哥也可以住人哦！哎、欸，这样会不会差太多啊？为什么玩个死哥也可以住人啊？什么鬼啊？妈，从背后出来是怎样？我现在最爱的是背后死。<笑>
六等，恐怖法师要来咯。我把我们直接开狙死了。不知道大哥，你他妈也太快狙了吧？在塔底下，我没办法输出啊。嘣！死亡大绝，直接轰出屎来！太狠了，维嘉，来一个死一个！邪恶法师维嘉，为什么死个五颗头啊？什么鬼啊？完了，干！我不应该扣大，干！操！我不应该扣大的啊！爽二了。我们这一场下一个出那个保险套好了，因为这场对面完全没有冲牌啊，所以我可以躲在后面疯狂输出啊。我的三分之一直接不见欸，跳起来刚好被我碰到。干嘛呀？我操，好痛哦！他那个炉灯一跳起来，我直接被爆，不然都要爆开耶。马来西亚跟死哥换头对我来说不亏啊，我越后面死哥越怕我，我到时候一发大绝就把死哥送回家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转头马上 Q 那位置怎么那么准啊？贾克斯到底在干嘛？死哥那么肥还骂还一直送，你不要再去，你们两个要去哪里的？到底在干嘛？拿你们两个过去冲他小啊！妈的，是两个白痴哎、欸，受不了！看我们又掉了。一炮一只，哈哈哈哈！会所法师，哎，舒服，一炮就是一只。你们行不行啊？都快走直线了，你也狙不到，搞什么阿金？睡饱没啊？啊？你睡饱没？你没那个肚子就不要吃那个泻药，懂吗？会拉肚子。哦，没那个屁股啊，不是没那个肚子吗？哎、欸，奥斯加，特斯，你又怎么啦？特斯当疯狗嘞、欸！救不了你们啦、啊！你们这个血量，我自己去死。光盾，婊子光盾！贾克斯是不是脑残了、啊？每天都乱跳，人都没到那边瞎鸡巴跳，在跳什么？Dominating。
一炮又有人死喽！一炮半条。露露直接软脚，太神了，小法师。又吸了一把 ，bang！ 这把又是 S 加了吧？我这把小法师完成这样，不是 S 加，怎么可能？你看这个 AD 在我的辅助之下，他也拿了 S 加，就是好的辅助就可以带好的 AD 上分了。28,000，哎，小法师掏出 XX， 露露看到直接软脚的东西是什么？魔棒。你没看我大棒一掏出来，那露露看到我就直接软脚了。17杀，你看这技一定玩得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小法师的辅助之下，生活真的过得太舒服了。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型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